啊，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学长，大家早上好。我们昨天听到我们新疆还有我们泉州啊、内蒙啊、还有甘肃啊包含我们青岛啊这些学长们给大家啊做他们经验的分享啊，应该啊每个人都挺有触动的啊。有没有哪一个学长啊已经到了讨饭的程度了？都还没有是吧？好，那告诉诸位学长，挑战还没到呢，好戏还在后头呢。哦，每个人的感触不同啊，却是呢这些学长啊刻苦铭心的体验。哦，尤其啊我体会最深的呢是男人跟男人也有真感情，也有真情义。哦，你看学长们之间呢互相帮忙啊，不分彼此啊，这才是真正呢以祖宗啊为孝顺的对象啊，以所有炎黄子孙呢为同胞兄弟的胸怀啊，还不分彼此啊，要无私无我。昨天这个大家也看到啊，他们的处境啊都是很不容易的啊，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切实功夫啊须从难处做去啊，啊真正学问呢、啊、都自苦中得来啊，啊没有那个难，没有那个苦啊，怎么可以勘验出呢我们的心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当然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啊，九九八十一关呢、啊。啊诸位学长，我们过了几关呢、啊、哦，还有重重关卡都要一一啊关照己心呢、啊、来突破。哦好。当我们所付出的得到一些啊肯定啊赞叹呢、啊、可能考验又会出现了。顺境来了，很容易啊，不知不觉啊，产生染浊、贪浊啊，就会污染我们的清净心了。所以更重要的呢，师父常讲啊，十六个字啊，沾都不能沾呢、啊。不能有丝毫啊自私自利。那明文利养啊，五欲六尘呢、啊，贪嗔嗔慢都要调伏啊、哦。尤其啊，像这个慢呢、啊，不容易察觉啊。有一个现象呢，对一切外在的人呢、啊，非常的恭敬，但是对自己另一半呢，还是身边很熟的伙伴呢。反而容易啊发脾气啊，容易啊颐指气使命令人哦，那这个可能就落入一个误区了。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很恭敬，但事实上呢那个内心深处啊还是有高下见的，还是不平等，还是没有达到一切皆恭敬，还没达到啊要更下功夫。可是这个时候假如赞叹很多啊，我们容易啊迷失了自己了。修道这个事情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真正
对习气啊赶尽杀绝啊才能提升呢、啊。好，一切皆恭敬啊，时时要关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比方我们早上吃饭，嘴巴还咬着食物，然后又要去打东西来吃，哎，大家看这个动作好不好看，文不文雅，礼不礼敬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哎，你心很静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我这个动作妥不妥？很多东西不是要人家很细的教你，你才一样一样会。我们昨天说到的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哎，你很有敏感度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哎，好像我这一个动作不是很妥啊、哦。你比方你站起来还在那摇摇摇，突然另一个学长走过来了，你看着他，这样好看吗？这样对人恭敬吗？对自己恭敬吗？哦，就是假如我们不从这些这么细微的动作跟念头来修行啊，很容易啊就掉到呢，有人在的时候啊是一个状态，没人在的时候呢又是另一个状态。那个为什么人在的时候表现这么好？那个动力在哪？在名利，在名闻，希望人家肯定赞叹。哎，所以只要我们没人在的时候就松懈了，我们在用功呢，不是慈悲啊，不是愿力啊，是名闻利养啊。哦，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学习啊，我们的本质啊不够淳朴。为什么？我们从小升学的时候都是竞争啊，内在有很多贪嗔痴慢啊，结果一遇到圣教了，很容易啊在向上学，没有从心上学，学着学着都是向上，都给人感觉非常良好哦，那自己又很陶醉啊，就很难提升哦，那包含我们在看人啊、哦，你比方我们坐在那里没有跟任何人讲话啊、哦，哎，突然好像看到那里有人，哎，这么看，这么看人有没有恭敬心？哦，眼睛有点不舒服。哦，你看，你对人不恭敬，对自己也有坏处。你假如对人有恭敬啊，你看人都是这样看，就是你要看哪里，你的头就转过来，你不会用斜的眼去看人。你很敏锐的时候，你这些动作一出来，你就感觉哎呀不对，不舒服。哦，就孔子在世的时候啊，也是提醒啊，要修这个淳朴的心啊。哦，先敬于礼乐者。野人也，后敬于礼乐者，君子也。啊，这个是在《先敬》啊，第十一章这一段话呢。这个先敬于礼乐，就是孔子时代以前的人呢、啊，他学礼乐，礼崇尚恭敬，乐崇尚和平。可是礼跟乐的根本在哪？在仁爱心。我们今天学的啊，每一个动作都让人家觉得是君子，可是我们的内心却没有念念为人着想。哦，那可能就掉到一个修学的误区去了，因为没有本，只有相。就是啊，文士啊，都是修饰自己，没有从淳朴的心当中啊流露出来的。
哦，你包含傲慢。只要对尊重的人恭敬，对其他的人态度就不大一样，这个傲慢都在增长，而且还有谄媚。什么是真正尊重善知识？一切皆恭敬，爱护一切人，真恭敬啊！啊，何谓圣贤之志啊？每遇失事失人，各得其所。人只要受益了，就是善知识们呢最欢喜的事情。可是我们处事当中呢还不平等啊，恭维尊重的人，其他我们觉得不如我们的，那恭敬心啊就减退很多了。哦，其实啊我们这个心态啊，假如人家跟我们一相处久啊，看到了人家心会寒呐、啊。哎，怎么学一个样呢？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个样了。哦，就孔子在《论语》当中一直提醒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啊，羞耻啊，自己所讲的道理呢，超过于自己的行持。啊，一定要赶紧啊，言行一致啊，才行了。哦，也包含。今天啊，我们在厨房看到厨房那个大垃圾桶啊，已经快满出来了。我们看到没有？我们会做什么？哦，哎，会不会把它压下去一点？哎，哎呦，好脏哦！哎，不是垃圾桶脏啊，哪里脏？心的分别脏了。哦，哎，每一个境界都是在放下自我啊。哎，看到任何事情啊，都觉得是我的责任，心量就在扩宽呐、啊。啊，学圣教最重要的扩宽心量啊。啊，我们的父母上一代的人，有让爷爷奶奶操过心吗？大家冷静去看看这个差别在哪里。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呢，啊，从我有记忆呢，应该差不多是五岁以后啊，都隐隐约约都还记得。从我爷爷奶奶的整个生活情境表情来看呢，从来没有为我父亲啊超过一点心。我们小时候很敏锐的哦，父母跟爷爷奶奶的心情啊，我们能不能感觉到？哎，你们没什么反应啊，你们都感觉到什么了？糖果很好吃吗？哦，还是卡通影片很好看哦，台湾有一个卡通影片很有名，叫《小鹰的故事》。哦，刚好我们一个学长，哦，他的名字就叫小鹰。哦，所以他一介绍的我就记得了。小时候这个故事特别畅销，因为，故事情节啊，彰显伦理，哦，那个祖孙的情感，啊，演得非常好。我们感觉到了爷爷奶奶从不为父母操心呢、啊、为什么？父亲很有责任心。那我们再拉回来自己身上，我们有没有让父母操心？为什么？责任心不够啊。真有责任心啊，不忍心再让父母操心了。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依于君。到了团体去啊，不忍心让领导操心了。我们还我行我素啊，随顺烦恼，增加团体里面的人事纷争。可是我们挂在胸口上的
却是大乘佛法的修行人，你看这个落差有多大。那不要说有功啦、啊、扬善想世名啊，我们光想这个大乘佛法的佛弟子啊，这个名就不知道折了多少福了。哇，在不有自知之明，再继续自欺啊，甚至还接受十方的信任栽培供养，我们还每天随顺烦恼放任习气。那这一生呢、啊、会怎么样啊，自己得要冷静想想了、啊。哦，我刚刚这个话就不敢讲了，就是冷静想想，好像话出不了。哦，出什么话？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啊。这句话真听懂了，还会浪费电吗？还会浪费水吗？还会糟蹋东西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为什么这一句经句听了这么多次，生活没有改变？他还是知识，他入不了心，他还是讲给别人听的东西啦。所以修学不从心上下功夫啊，都是落个印象而已啊，很难得利的。但是我们都成年了，几个人肯听真话呢？听完真话，几个人心上没有疙瘩呢？不容易啊。所以师长讲啊，20岁以前呢、啊、可以讲啊，20岁到40岁啊只能暗示了，40岁以后啊不能讲了。哦，哎，结果有一个同修啊，听完之后就跑去问师长：“师长，我超过20岁了，怎么办呢？”老人家说：“你好好读经啊，读经的时候每一句都是说自己的，关照自己的。”哦，好，这一段话呢也要一意不一语啦。大家又不要着在20岁、40岁这个数字上面了，是什么心境呢、啊？有没有闻欲恐？闻过心的心境啊，哎，我们今天啊，在听到呢，哎，讲我们的一些问题，在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一种喜悦，哎呀，我又找到问题了。还是越听的时候，心情越来越难受，越难受啊，还是不愿意接受啊，还是不大喜欢人家讲自己啊。假如真的渴望人家点出问题来，越听越欢喜，甚至听到最后会给他磕头，叫闻善言而拜。哎，大家不要听到哦，好磕头啊！今天哪个学长讲你，你把他扑通给他磕个头，把他给吓坏了。什么事情啊？从心上下手，不要学相。自然而然，你那个动作是由心而发，当场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你假如只是做一个样子，只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不要刻意做样子给人看。哦，好。所以这个责任心啊，太重要了。真有责任心呢，不愿意给父母添麻烦，不愿意给团体添麻烦，不愿意给圣教抹黑啊。从当下开始有一个信念呢，会非常强烈。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啊，面对所有的赞叹呢，诚惶诚恐。
为什么？现在大众的称叹决定超过我们的实质，哪有不诚惶诚恐的道理呢？言过其实啦，我们战战兢兢啊，而且内心里面觉得应该做的事，赞叹不受啊。哦，但进一步的，怎么样赶紧提升呢？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呢，都是在这里下功夫了。哦，好，而我们真的觉得但求无过了，从哪里下手？从每一个眼神啊，决定没有啊傲慢的眼神啊，没有情绪化的眼神啊，一言一行啊都跟真诚慈悲相应啊，不能用言语跟行为啊伤害到他人啊。你这样去要求自己啊，那个柔软啊就不断提升啊。哦，好，所以修行啊，发心为首啊，还是要发这个菩提心啊，发这个大悲心啊，责任心才行，它是根本的动力，不然都是进进退退啊。其实进进退退啊，发的那个心呢，还是激动而已了。要看清楚啊，不能自欺啊。好，好。我们谈到啊，修学的心态呢，啊，昨天是讲第七点啊，举一反三呢，闻一知十，一以贯之。我们昨天举到的中恕之道是夫子一以贯之之道，从今开始，面对每个人，面对每件事，守中恕。忠，尽自己的力量，没有任何要求对方啊，没有所求。好，哎，刚刚这个忠字啊，入心了没有？啊，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啊。这个入心了才能变化气质，真的哦，无求了就没有苦了啊。那我们今天来关照一下，今天还觉得心里闷闷的，一定有求。求什么？太多太多可以求了啊！早上睁开眼，哎呀，可不可以再睡十分钟？求了哦，哎，早上一起来，哎呀，他怎么洗这么慢呐、啊？急死我了！哎，有求了哦，一天下来啊，甚至于没有什么境界啊，也闷闷的。为什么？想到以前的事啊，又开始闷呢、啊？谁又对我不大好？啊、哦，都不理解我，哎呀，这么念头一起来，闷闷的就上来了。啊、哦，好，人这一生呢，就是来啊奉献的了。啊、哦，万般将不去啊，不要去求了，不要去贪了。啊、哦，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何必去苦苦强求呢？所以现在很多境界啊，我们会有苦，是因为我们那个控制欲太强，想要掌控啊，控制不了就烦躁了，痛苦了。哦，修行不从这个控制的念头下手，得力不了的。要培养自己一个心态啊，与人无争呢、啊，与事无求，让事情的发展水到渠成，不带勉强。水到渠成才自然，不水到渠成，后面的流弊很大。因为强求了会有副作用。
啊，比方说你们当地啊，哎，有一个人讲课讲得很好，啊，但是呢，他家庭啊很需要他回去尽本分，请问大家怎么安排？尽本分，可是他讲一堂课可以利益很多人呢，是不？你不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多需要吗？你不出来讲不吃杯啊，出不出来？不吃杯呢？哇，一听到不吃杯，哎呀，杯还要加一个字，叫杯字双运，不然又偏到一边去了。叫慈悲多祸害，慈悲多流弊，你只看眼前不行啊！啊，一个人家里不顾，啊，出去讲课，请问他讲什么？不是口才好而已嘛，不然他能讲什么？他都没尽本分，他能讲尽本分的给人家听？哪有这种事情？那他所讲的那些道理，不就是把大家讲的哇哇哇好激动而已吗？至于怎么敦伦敬奋，他也不知道啊。那口才好的人常常把人家讲到天上去了，接着呢，嘿，咚，问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不是他人容易激动啊，我们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啊。哦，也容易急功近利啊，所以学老实不容易啊。怎么学老实？随时随地依照经典，物格后知至，知至后意诚，意诚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后天下平。大家要了解哦，昨天那些学长为什么能感动这么多人？大家去看，他是夫妻都是一条心啊，这是基本功啊。没有这个夫妻一条心啊，慢慢的身心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啊。另一半呢，孩子不认同啊，那又要撑着一个笑脸给人家看。哦，然后讲课的人撑着笑脸，请问底下的人感不感觉得到？那他们会不会很喜悦？哦，啊，每个人都看到那个学传统文化的哦，台下都是一张苦瓜脸。你说他还敢来学吗？他一定说：“哎呦，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啊，觉得怎么人家都不发心啊，都不进来呢？人是靠感召的啦，每一个人学的都家庭幸福啊，哪有人不进来的道理呢？进来以后烦恼没有减少，谁敢进来啊？哦，所以古人这些话，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是讲课为本哦。所以师长那个教诲太精辟了，师父说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为什么把修身为本摆在第一个？可是现在站在台上的人几个人肯老老实实回归原点来修身呢？所以上台靠机会哦，下台哦靠勇气哦，哦靠智慧哦。真的，在我内心当中啊，我觉得我这打肿脸充胖子了，所以明年啊，我不敢办进修班了。自己学的这么差，还敢跟人家交流？哦，真的要很面对自己。
哦，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其实人为什么心不安？因为落不到实处啊，落不到潸潸落水的低处了。哦，哎，随时啊，长居学位，就是我一个人是学生，其他的人都是老师。哦，好，我们看啊，第八点呢，孔子讲到呢，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啊，知道的人呢，不如啊喜好的人。哦，这个知之者啊，知其然；好之者啊，知其所以然。他好之啊，他把这事物的根本呢、啊、都搞清楚了，他就不迷惑了，事情都想通了，理得心安呐、啊，他越学越高兴。哦，好，好之呢，也要好问、好请教。哎，啊、哦，他知道这把事情搞清楚了呢，才能自立立人，所以他的学习啊会很主动，好之者很主动。主动到什么程度呢？哎，听经啊、读经啊，忘了吃饭了。哎，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学的呢，哎，吃饭时间忘记了，好，一看哎呀两点了，啊，哎，师长老人家有时候看书看到忘了时间了，抬起头来天亮了，哦，所以那个对学问的爱好啊，从这里感觉得到啊，哦。好之者又不如乐之者，乐此不疲啊，乐在其中啊，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只要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人，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拉开，静不下心来听经读经，我们就不是好也不是乐了。我们好在哪？好在是非人我，好在世间呢这一些欲求了，这么容易就被牵过去了，那真正向道之心啊就还差得远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呢？比方刚好我们几个人在谈话，谈到一些人事问题啊，哎，突然情绪啊被带动起来了，啊，都带有不悦了，哎，突然有一个其中的人说了：“好啦好啦，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哎，这句话有道理哦，突然提起来了。请问我们在旁边当下会怎么回应？哎，法出来了哦，好不好？乐不乐？还是觉得我正讲在兴头上，你给我泼冷水？到底我们好什么？我们乐什么？哎，这个好乐也不是做个样子的。哇，好快乐哦，听课很欢喜哦。那个好跟乐不能保持了。那还是啊没有升到心地里去的。没有不兴事语啊要在正论呢、啊。啊，不喜欢呢这些世间的心造轮回业的东西。啊，不喜欢讲世间呢、啊、这些是非人我的东西。啊、哦，名闻利养的东西，啊，欢喜呢，都是这些啊，可以了脱生死啊，可以转凡成圣的教诲，啊，喜欢这些，啊，佛门有一个公案呢、啊，啊，在佛寺里呢，两个出家人呢、啊，刚好遇上了，
啊，他们就开始谈话。结果后来啊，因为呢，他们谈话的那个附近啊，里面有一个入定的啊一个出家人，他修行比较高，而他入定以后啊，看到这整个他们谈话的过程呢、啊，一开始呢，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都被他们感应过来了，哎，过了一会啊，全走了。再接着呢，恶鬼罗刹都来了，还有那些恶鬼罗刹，听他们讲话，听到给他们吐口水啊。这是佛门很有名的公案啊，他看到了很惊讶，就出来抓住这个机会点了啊，对他们两位说到了，你们整个谈话是在谈什么？啊，说哦，我们一开始就谈佛经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啊，于诸众生示堕自己，就谈这些。哦，你看谈这一些，马上感应啊，佛菩萨来随喜赞叹呢、啊。啊，接着我们就闲话家常，佛菩萨走了。最后啦，我们再聊呢，哪个居士啊捐的钱比较多？哇，你看连鬼神都瞧不起，给他吐口水了。哎，你看这个公案听完了、哦、在讲谁啊？像不像讲我啊？讲自己啊？哎，确实是啊，我们其实哦还差他呢，比不上他呢，人家一开始啊还谈经典哦，我们是看到人，哇，好不容易找个可以诉苦的人，赶紧过来。哦哦，然后先试两句，哎，对方有回应，哎呀，痛快的讲，痛快的讲。哎呀，你看那领导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看那人修那么多年了，啊，其实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都谈这些东西了。啊，我们下一次谈哦，假如觉得哦，好像有水喷过来。要想起这个公案哦哦，假如你是觉得头顶湿湿的哦，那可能是甘露水哦，可能你谈的是经典哈、哦、假如是在脸上啊，那就要小心一点了。好、哦，所以真的，我们能时时啊。让自己提起正念呢、啊，又护念啊，自己队伍里的人提起正念啊。其实啊，人都是需要被提醒了，一提醒啊，念头都是可以转得过来的。哦，善相劝，得接见啊，自己啊，要是团体里面呢、啊，可以时时让人提起正念的好同参道友，当然劝别人啊，要柔软。不能太硬啊、哦！啊，用疏导的，不要用防堵的，堵了反而可能跟他有抵触了啊。疏导的，慢慢引导就对了。你甚至于可以在他的抱怨当中啊，要顺着他的抱怨让他觉悟，给他方法啊。你也听嘛，他顺势而为啊。他抱怨他的孩子。啊，你就先肯定他的孩子有什么好，啊，然后说啊，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他？啊，我小的时候啊，有印象啊，我妈妈的朋友来找他，结果这个朋友啊，一来讲呢，先生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就开始讲，啊，我印象当中啊，好像这个妈妈都是让他先讲。把一些情绪啊有抒发出来了，然后接着呢啊就跟他说了啊，你先生哦其实哦哎这里不错啊，啊那个优点也不错了啊，讲的时候也很柔和啊，我就看那个阿姨就
啊，对了，也有了，啊，慢慢慢慢心情就恢复了，啊，进一步啊，再看，哎，怎么做会更好，啊，这个都是因势利导，啊，好。孔子啊，赞叹颜回啊，说到呢，欲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愚啊。啊，把这些好的教诲啊，告诉他呢，没有任何疲惫，哦，听的时候都是专注恭敬啊，欲罢不能的。他说只有颜回做到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比方说呢，哎，去亲近师长，听老人家五天啊，或者几天讲经啊，哎，假如有这个经验呢，我们再关照一点。第一天的时候啊，精神特别好，全神贯注听。第二天开始打瞌睡，第三天呢，有点呢专注不了了。请问第一天用的是什么力？激动、情感，哎，慢慢的这个激动啊，它是一时的，它会退的。啊，理智跟慈悲不会退。哦，其实我们听经的状态会一直往后退，都是还没有真正把心发出来的，都是还学个相而已的。哦，好，而且呢，这颜回不只专注听哦，听完以后马上去做，去落实。哦，孔子讲吾与回言终日啊，啊，跟颜回讲啊，一整天呢、啊，不为如鱼，他很专注听啊，没有一句提出疑惑的，看起来好像到底有没有听懂。退而省其思，哎，他离开以后啊，观察他听完的状况啊，听过的真的都去做了。意足以发，就他真的落实了啊，回也不语啊，他是真的十分沉静啊，领受的。哦，好，哎，刚刚跟大家讲，这个我们是效法颜回啊，也不可能一触可及啊，所以大家想打瞌睡啊，还是要打瞌睡。好，为什么呢？投资报酬率比较高。啊，你很想睡的时候啊，睡一下，五分钟、十分钟啊，精神就调过来了。你假如啊，在那里蔡老师说不能睡，不能睡，你就喝醉一个多小时了，就在半梦半醒之间，忘了还有明天。哦，你不如好好睡，不过注意一点哈，睡的时候啊。只可以前后点头，不要左右晃啊！前后点头呢，还会给我灵感。他说：“嗯嗯，你左右晃啊，我会觉得哎，我都讲错了是吧？啊，而且左右晃还有一点会撞到旁边的人，哦，这样会影响别人也不妥了。好。”都是过程呢，也不要呢出现一些状况啊，就太沮丧啊。当下呢，调自己的作息啊，你可能还得再早睡一点啊，哎，或者啊，常常深呼吸，有时候常缺氧啊，容易打瞌睡啊，多活动。哦，我看有学长啊，有时候上课上一半呢，站起来了。这个善学，为什么？对峙。他知道自己精神会不好，他站起来，
哦，那就比较不容易打瞌睡了。好，站着还睡呢？那么到时候再说了，再想办法了。好，一定有办法，有佛法就有办法。好，有圣教啊，一定有对治的方法。接着啊，我们看呢啊，第九点呢，要有恒心啊。好吧，第九点我们先讲，用心如镜啊，这恒心放第十点啊，有恒为成功之本了 啊。善学的心态啊，用心如镜啊，在庄子的教诲当中啊，说到呢，治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盈，应而不藏。啊，这个修行很高的人呢、啊，他的心啊如明镜。我们看镜子啊，里面没有东西啊，清清净净的。可是任何东西来，他都可以照得很清楚。啊，他是空寂的、清净的，又能起照。叫寂而常照，从这个经句当中，我们就可以学到怎么用心呢？不僵不盈，他是安住每一个当下的，他不会去烦恼未来的事情。啊，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比方说，明天要去跟一个朋友，沟通一个观念，啊，或者是聊传统文化。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在那里想，我明天一开始跟他讲什么，哦，接着呢，我讲了哪一句，他应哪句，我再讲哪一句，然后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就想到连睡都睡不着觉，越想脑子越灵，越动得厉害，啊，结果搞到半夜一点呢，才有点睡着了，隔天。真正坐下来了，好，准备了很多了哈。结果你第一句出去呢，第二句不按牌理出牌，哇！然后还想着我本来要怎么讲呢？怎么他讲这一句呢？怎么办？哦，那就很奇怪了，你就不能马上去应当下的这个因缘了。所以怎么应？清净的心，真诚的心，啊，不预设立场，只要那个心境啊，念念为他着想就对了。哦，哎，反而呢，你说啊，明天要跟他见面啊，好高兴啊，啊，人之初性本善，哦，这个他以前都对我很有恩呢、啊，明天也要好好的供养他，啊，睡觉了，不要想了。啊，哎，明天去了，哎，他怎么讲？我们思如涌泉，怎么应？啊，空灵啊，心放空了、啊，没有很多杂念呢、啊，反而很灵敏，可以觉照。啊，我们就说空灵，空灵啊，你内心要放空呢、啊，你整个本有的那个智慧啊，觉照啊，就能很容易就提起来了。啊，应而不藏。哎，在对应这些因缘的时候啊，心还是清净哦。你看那个镜子啊，他照了这一个人，这个人走了，他落不落印象？他不落印象啊。他不落印象了，下一个来他才照得清楚啊。这个镜子假如落上一个人的印象，下一个人来他怎么照？我们常常啊，刚刚跟这个人谈完话啊，结果走到另外一个人的办公室去了，眼睛看着他，脑子还在想刚刚的事情，哦，然后那个对方说：“哎，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哦，对不起，对不起，那就没有应而不藏了，应而有落这些印象了，甚至还在挂念那些事了，哦。所以用心如镜啊，就是随时随地啊，心都是清净的，
没有负担，没有挂碍。不是没人的时候没有负担没有挂碍，有人在应对的时候也没有负担没有挂碍。我们有时候跟人在谈话，边谈话边紧张啊，边担心啊，要一切随缘，不要强求，是吧？跟他聊聊聊，看对方不能接受了，急了，讲话音调咔拉起来了，适得其反啊！真的不行了，不要急于一时啊！任何事情让他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好，我们的目标啊是用心如镜啊。孔子有说他空空如也啊。啊，这一段话呢，孔子是说：“吾有志乎哉呀、啊？吾知也呀、啊。”哎，我有智慧吗？哦。人家都说夫子很有智慧啊，哎，夫子说他无智也啊。这个无智啊，就是没有小聪明啊，就是没有自以为是啊，就是内心里呢清清静静啊，空寂的。哦，般若无智啊，无所不知啊。当我们的心里放得干干净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就无所不知啊，你本有的智慧就起现行了。所以从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放下。觉得自己很懂了、啊、那有智了、啊、那就有我见了、啊，我慢啊，这些东西就来了。哦，哎，心里都是保持、啊、清净。从哪一句可以学孔子的这个空空如也呢？你看这三个字很有意思哦，空，不一个空就好了，干嘛两个空？空也要空。你觉得哎，我空了，你还有个我空了，还没空啊。好，空空，连空也要放下。哎，如空空，毕竟还是两个字啊，还是有一个文字啊。如就是自然就是这样，不要落这个名相，所以法尔如是。那个如就好像你连文字啊，这个名相都要放下，空空如也。而孔子说，这个修行啊，啊，只觉是。孔子呢，杜绝啊，啊，放下什么呢？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这个就是孔子为什么能空空如也的关键在这里了。义必故我啊！我们学孔子啊，目贤当目其心啊，学孔子怎么在心上下功夫。无义，念头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境界高了啊。无念不是所谓的什么都没想哦，大家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有没有念头啊、哦？他都什么都不想哦，那叫无想哦，那不是叫入中道哦，那不是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哦，空寂他还可以觉照，这个才是入
境界的哦，入真心哦，真心是空寂又有觉照哦，觉照又没有起心动念哦，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啦哈、哦，但是那个状态是落到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想啊，连命运都改不了嘞，是不是？哎，你真正入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会有很殊胜的境界的。啊，莲池大师他要往生的时候也说到了，他已经第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在定中还有起觉照，都还看到这些圣境，但是他看完了怎么样？心里还是干干净净哦。哦，好，有些人做了梦挺殊胜的哦，见到人就讲，就麻烦了，又起贪着了。哦，好，不管什么境界，只要不执着，都是好境界。哎，有些人一看人家有做好的梦哦，羡慕的要死。哎呀，那佛菩萨到他的梦里呢，他好好哦，我都没有。啊，你不会换个念头想啊？那个学生需要鼓励啊，老师当然去摸摸他的头嘛。那个已经学得不错的，这连头都不用摸了吗？啊，你要当被摸头的还是不摸头的呢？你要当被照顾的还是不用父母老师操心的呢？是吧？哎呀，其实转个念呢，自己就有动力了，就是有贪着，什么境界都生烦恼。哦，好，哦，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达到没有起心动念那种境界，那是见性的境界了。可是呢，我们会有念头，但这个念头要用得正，只领会善的一边去哦。于敬义工义照神迹就是这么干的哦。啊，动即万善相随哦，有起心动念的都是正念哦。最好的方法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哎，不同种族宗教的用法不一样哈，你要就选一句，把那一个正念呢一直保持下去，啊，你就可以念到最后呢，念而无念，智德心开啊，你就契入见性的境界了。哦，好。啊，所以孔子是无妄念哦。再来呢，无弊，这个弊是什么呢？一定要怎么样？他就很分别啊，一定是这样才可以啦，一定是这样才对啊。而且呢，他会一直在那里等待，等待呢，一定要怎么样啊？我才能怎么样？这个待心很强，寄望未来。其实不知道啊，万法由心啊，境界是随着我们的心转，我们的心都不转，都一直在贪求这些人家的配合啊，哪些条件来了才能怎么样啊，最后事做不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篇文章说，两个出家人啊，要到南海去朝观音，一个是富和尚啊，一个是穷和尚。大家读过这篇文章吗？那个富和尚啊，他就想呢，我要去的话哦，要造一辆船，我上面要多少粮食啊，都想啊，就开始在那里准备张罗。啊，那个穷和尚什么都没有，就拿个钵。哦，然后呢，这个富和尚给穷和尚讲，哎，你这样去不了的啦。还要准备哪些呢才行？结果后来呢，一年过去了，这个富和尚啊还在张罗当中。结果呢，刚好遇上了这个穷和尚了。那个穷和尚说呢：“我已经从南海回来了。
他还没去呢，哎，变成条件好的反而去不了，因为他太多的预设在那里啊。所以昨天我们郑学长，你看他身无分文，哎，我怎么连动作都有点学？哦，很好，这善有为一，大家互相学习啊。这个手势有点洒脱，哦，不要染。哦，你看呢、啊？单纯好啊，做得成，佛菩萨自有安排，自己不操心；做不成，不要强求，自己继续积累啊。以后真有缘呢，好好供养大众啊，什么都好。哎，但是真正机缘成熟了，尽心尽力啊，这也是随缘哦。缘分成熟不做，就不负责任，就随便啊，糟蹋了因缘了。哦，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啊。我得要再复习一下，又忘记了。好，哦，所以这个弊啊，有时候那个当下就可以觉悟了，就是那个我一定要怎么样，就咔就给它挡住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候呢，我在教书，我想到澳洲啊去学习啊，澳洲金融学院。可是那个佛学讲座是六月份就开始了，不接受插班生。可是我的学生还没带完呢、啊。啊，他可是请几天假，先去没关系，但是他毕业班呢、啊，好像没有善始善终啊，心里呢不踏实。啊，既然不能去，随缘吧。啊，不能上晋中学院，我在山下晋中学会好好修就好了，不强求。哎，把本分尽好了，人都还没去啊，电话来了。刚好有一个朋友去了，他跑去给总干事讲，啊，我有一个朋友姓蔡了，你给他一个机会啊，让他进来。我根本都不操心啊，他帮我打通这个门路了，就去了，我就上山去了。真的，你没安住你当下的本分，很多因缘他自有安排，自己不要操心，结果都操未来的心，现在的事都没做好，那就很麻烦了。事情没做好会造业的，业会产生业力啊，你就很难继续往前走了。但是你敦伦敬奋啊，本来的业缘都产成法缘，都变支持你的力量啊。那消长之间啊，就差很多了。好，我去了，结果我去那一次啊，两个是例外的，另外一位呢，就是长明师父啊，就是卢叔叔啊。你看我们能安排像这样有智慧的长者住在旁边吗？我花再多钱也安排不了这个事情，这是钱办不到的，是不是？可是上天自有安排啊，但你得要先老老实实尽你的本分啊。哎，真的很妙的啊，你每一个本分真的尽了，真的把你的习气调伏掉了，下一个缘才出得来。我记得我要去补习班补习以前呢、啊，前面有考试啊，哎，要让你走教育的路，得要试试你是真想干还是假的了。啊，我住的那个地方啊，哎，在台东，台湾的东部。结果啊，我在那里呢胖了10斤，
哎，它是一个佛事啊。我好像吃佛事的菜都会胖，我到净宗学院去也胖了十斤。好，拍脸都会有弹性，咚咚。所以那个我回台湾去啊，见长明师父的时候啊，他一看我吃，他就想，你怎么吃这么少？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吃的特，所有七十几个人，我吃最多，所以他印象当中我很会吃。结果后来几年之后看我，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大陆啊做事情了，又回去的时候，他看我吃少了，怎么差这么多？所以我功夫不够啊，一做事哦就放不开了，就怎么吃那么多了？好，到净宗学院去啊。啊，每天听经哦，然后生活非常的惬意啊，哦，都没什么压力啊，哦，所以功夫要在哪里练？有压力的时候还能放下压力，才是功夫了。哦，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在台东啊，本来大家对我挺好啊，哇，那个煮饭给我的啊。给我吃的那个阿姨啊，以前开餐厅的，哦，所以越吃越壮了。后来呢，我去学校啊代课两个月，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啊，也人事变化了。哦，哎，这个有同修啊就开始啊诽谤我了，啊，说我心术不正啊。啊，怎么山上的蛇啊都没让别人看到，全让他给看到了，一定是心术不正啊，就开始传啊，传到最后啊，最疼我的老爷爷啊，最疼我的那个煮饭给我的阿姨啊，每一次看到我都是那个那种轻视的眼光啊，有看法的眼光啊，啊你就住在哦这样的环境里面哦，每一个人对你都有成见哦，难不难过？难过啊，难过就没过关呐、啊。人不知而不愠呐、啊。然后骂我最严重的人，每天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你还能不能礼敬他？啊，不然普贤行愿怎么做？喜欢你的人礼敬不难啊，每天骂你的人，传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对你有成见，你还能礼敬他？那才是把师父的教诲提起来啊，而不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提起来啊。所以前面都有这些人事考验的啊，很多人都说啊，某某人比较幸运啊，都没有这些考试啊，该考的一关都跑不掉啦。为什么？都是心性的问题嘛，都会在这些人事境缘考我们放下贪嗔痴慢疑这些念头啊。哦，好，后来啊离开了啊，哎，过了几年啊，回高雄啊，那个煮饭给我吃的阿姨哦，开很远的路啊，跟那个老伯伯啊，八十几岁了，开车来坐在底下鼓励我啊。哦，哎，几年以后这些误会不就化解了？误会干嘛急于现在就要解释清楚嘞？坦白讲啊，现在也解释不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德行也不够啊，也还没做得很好，跟人家解释什么？越描越黑，不如有志气一点。好啊，以后呢，用实际做出来的给人家看就好，不要硬是要去解释个什么出来。硬是要解释，那个也是执着点啊。成人的世界里，人家不会听我们说什么，只会看我们做什么了。哦，好，
所以你看，当时候我要去澳洲敬忠学院，我也很顺啊，教好了。哎，反而那个因缘安排就很顺。可是，假如我放下学生，没有把他们带完，我的心安吗？心不安，后面的缘会出来吗？心不安，怎么去弘扬中华文化呢？所以安住每一个本分啊，后面的因缘自有安排。假如我们今天不敬本分，不对治习气，都是在因缘当中啊，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不止自己痛苦啊，可能啊，领导啊，也很伤我们的脑筋啦、啊。要让你下，又怕伤你；不让你下，又成不了事。啊，我们记住啊，我们绝不当这种人。为什么？我们来就是来奉献的，没有所求的，更不想添一点麻烦。但求无过啊，不求有功啊。哦，好。哎，又有人说了，好，我呢发愿呢、啊，当一个现代的孟母，哦，现代孟母，给女人做榜样，这个愿好不好？很好啊，可是变成她的烦恼，为什么？啊，都没找到适合的啊，啊，每天在那里，怎么还没出现？怎么还没出现？哦，后来我告诉她，孟母一定要找一个人才能当孟母啊，天下人不都是你的孩子吗？哎，你看哦，那个念头有没有执着点？有啊，一定要有个人才能做。啊，你把每个孩子都当做你的孩子，都不是可以做了吗？是吧？你不去预设的时候，可能那个格局啊更大啦。哎 ，understand？哦，你发那个心啊，都会有因缘安排的。是啊，真的，就好像呢，我那个时候我在家里面呢，我就想，我们家对面就是一个小学，哎呀，教一个孩子谈何容易啊！你没有十年二十年，很难帮助他人格的树立。所以我啊，终身就在我们家对面那个教书。啊，孩子一毕业，两年之后毕业，随时可以到我们家喝红豆汤。哦，我都在那里编织非常美的一生啊。结果我真的去对面考试啊，191个人考啊，21个人进复试啊，全部都是高手啊，21个人只有一个男的，其他20个都是女的。为什么？因为初试笔试，女孩子写文章特别厉害，男孩子全部被刷掉了。我佛菩萨加持进去了。结果进去以后呢，那个校长说：“啊，今天还有男的啊。”进去了，被取，没考上。好，后来高雄县被取，哇！都被取，考不进。后来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被取。我被取，我才去得了大陆啊！我什么都考没上，我爸爸说乖乖读书。可是每一次都差一点考上呢，我爸爸很不忍心啊，觉得你还是挺有实力的。哦，那你既然要去，先去看看哈，不适合赶紧回来。所以我还得考那个，差一点考上哦，我爸爸那边才能交代呢。你说谁想得到？反正圣贤佛菩萨安排，都会安排得很恰当，我们想都想不到，连考不上都是重要的部分。不然你那个条件不具足啊！哇，你看啊，我没有办法在对面教了哦。
我有没有很失望？哎呀，通通给佛菩萨安排就好了，自己不操心了。结果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我那些学生现在都读大学了，我真的护念不到他吗？他真的还记我这个老师啊？他现在打开电视啊，可以看到我了，是不是？那这个缘有没圆满吗？可是你假如有一个念头执着一定要这样了，可能很多因缘佛菩萨没有办法安排我们的因缘，因为我们一定要这样嘛。所以这个无蔽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哦、无故遇到事不能太执着固着固执，谁讲都讲不通、哦、无我，这个我什么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这些啊都要放下啊，真的都能放下了，心里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了，空空如也，时时都是用心如镜啊，镜来不聚，镜去不留。好，今天啊我们这个啊课程呢、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早上好。
我们谈到啊，这个学习的心态呀、啊。今天呢，我们谈第十点啊，要有恒心啊，有恒为啊成功之本。好，我们一般说啊，恒心毅力，坚毅不拔，百折不挠。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立志格言呢，是不可以不弘毅。哦，你看宏大，心包太虚啊，胸怀天下啊，要有这个气度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啊，这个就是立志了。好、啊，哎，胸怀天下也要从眼前做起啊。我们有一个同仁啊，他上课也非常认真，然后他来参加课程呢、啊，他就想呢，3个月之后啊，啊，我要回去啊，好好立意一番啊，所以他上课特别专心，特别用心，用功哈、哦。但是他的爱啊，都是想着3个月之后呢，啊，回去啊，利益他故乡的人。结果呢，室友啊的需要呢，他都看不到。哦，那这个用功啊，就很有执着跟分别了。啊，我们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啊，首先要自爱。啊，格物就是自爱了。啊，不让自己啊随顺习气啊，做习气的奴隶了。再来要齐家，你身边的人你都不能爱了，那你爱远方的人呢、啊？那叫明文利啊，因为人家会恭维你啊，会赞叹你啊，那个都容易沉醉在其中。啊、哦，很多修行人呢、啊，有一个倾向，喜欢到教育中心啊，不喜欢回家跟家人讲话。啊，因为到这些教育中心啊、道场啊，人家就赞叹他，啊，他很舒服，啊，虽然口里面讲没有啦，没有啦，我很惭愧啦，啊，但是啊，那些赞叹还是听得如痴如醉，哎，还是有沾染了，哎，回到家，啊，妈妈讲我们两句啊，心里还不高兴。哦，人家都看我好，就你看我不好。哦，你看什么时候染浊不知道。人一有比较，就有染浊。哎，一比较，有前面才比现在呀、啊，那为前面落的印象啊，不是染浊了吗？哦，修学的基本功。基本功就是心态要对啊，你心态不对了，用力用功啊，可能适得其反啊、哦。就像这个同仁呢、啊，他有执着点呢、啊，他就一直想着呢啊，我要学很多东西啊，回忆利益我的故乡，而他居然不能在当下感受身边人的需要，请问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抄了很多笔记啦，回去拿出来，开玩笑，这个我可是到马来西亚抄回来的，开始念给人家听了，人家又哇哇，很崇拜的样子。那全部念出来，没一句是自己的心啊，没一句是自己契入的境界了、啊。哦，说到这里啊，
这我也是很惭愧了啊，对于我们啊之前呢、啊、庐江的同仁呢、啊、这个没有护念好。哦，两三百号人呢、啊、哎，后来大家回到各自的因缘，在我们祖国大陆呢，只要听说在庐江待过的，哇，不得了了、哦、每个人呢眼睛瞪得很大，哇，恨不得马上把他拉到台上去讲课了，太激动了。我还听说现在、哦、有一些上课的人呢还收费，就去了他庐江五天，去过庐江五天的人呢可能超过两万人了。哦，大家又会判断啊，一个人要靠别人，靠外在的条件，外在的身份地位财富来烘托自己，他的心态已经偏颇了，他已经没有谦卑了，他已经带目的了。一个修道人是越学越惭愧啊，越不足，他怎么还会去标榜呢？所以大家要有冷静的判断能力啊，听是聪啊，你听了，哎，这个心态不妥当。老人家教化53年，老人家都是以学生自居啊。哎，我讲课让大家给我提意见啊。啊，听课的人是老师啊，讲课的人是学生啊。哦，那这个师长太重要的教诲了。我还曾经拿到一张名片，写什么？老教授，哎，蔡老师传人。哎，真的呢。我先声明啊，我连做老和尚的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好，你们就不要再出卖我了。所以啊，其实呢，在这个修学的路上啊，真的是重重关卡了，不善观己心啊，自己什么时候心态偏掉了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先能屈啊？要能在人群当中啊，自己可以委曲求全，可以低下来，什么事都要出头啊，那都是随顺贪嗔痴慢的啊，这么急着要去做事情，浮躁了，厚积薄发，那机会不是去抢来的，不是去要来的。当那个机会是你躲都躲不掉的时候啊，那个才是你的机会了。哦，我们现在啊，太急于要做事情了，自己的积累都很有限，一出来啊，人事上的问题啊，都解决不了，然后内心里面呢，很多烦恼啊，人前还得打肿脸充胖子，人后啊，哦，愁眉苦脸，哦，所以这样子，人家跟我们一接触都不敢学传统文化了，他感觉不到法喜呀、啊，哦，所以诸位这个学长们啊，你们在国内啊，啊，在大陆啊。希望大家要比较冷静去判断因缘。哦，庐江的发展呢、啊，速度比较快。哦，所以要照顾两三百号人呢、啊，其实是很有困难的。啊、哦，而我自己呀、啊，啊，这一段时间也跟大家讲，德薄而位尊呢、啊，自小而谋大。立小而任重，哦，
能力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发展呢有一个标准呢，要能互念到自己的同仁团队，这个发展速度啊是稳健的。假如发展的时候根本每个人的情况你都不能互念了，那近处不能互念，近处不能感动，未有能及远者啊，那就谈不上更远的人了。那一天我们听到郑学长分享到我们张学长杨学长他们去到泉州帮忙，强调了一个重点我们的义工啊一定要先得利益，是吧？他是我们最敬的人他是为这个活动啊最付出的人，他们不得利益了，请问我们把义工当什么？那就是办活动的工具嘛，是吧？我们一直说功利主义不好啊，资本主义不好啊，我们身上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功利主义？看别人呢很容易啊，看自己啊很难啊。公于论人者，察己必疏啊。我们都把精力呢放在看别人、议论别人的长短，我们还有多少精力来关照自己起心动念出的偏颇，就不容易了。精力是有限的嘛，所以真的同参道友有因缘切磋，互相互念没有这个因缘呢，闲话一句话都不多讲，赶紧用功啊！有一个同仁呢，他们的部门呢，坚持呢，每一天呢，有礼佛的时间，一坚持咯，差不多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感觉啊，心态不一样了，以前呢。情绪比较容易起伏，每天固定用功以后啊，情绪要起来看到了，因为他的心比较静啊，因戒得定啊，这个戒就是老老实实依教奉行，每天用功不断，你的心就只在正念当中啊，尤其这个礼佛啊，调伏傲慢啊，把这个傲慢的头啊能低下来，礼敬本师啊，礼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礼敬圣贤人啊，调伏傲慢，而且啊又对身体很好，一举数得啊其实呢我们烦恼没有减少啊，都是不老实造成的，就不老实用功，用功要锲而不舍用功要不间断，才能啊慢慢提升上来。诸位学长，我们这两个多礼拜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关照的能力比较高了？很多人没有动待会这个三个班主任我们留下来一下。好好检讨检讨，人家没有，我们照顾不周啊。你说早上做早课，整个生活很规律，每天熏习的时间呢，都有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不断呢，你的戒定的功夫啊，就慢慢就升上去，宽为限，紧用功。功夫道自色通，但是用功当中啊，最重要的要不间断。修行为什么不能得力呢？长的来讲啊，就是因为有死魔
人一投胎啊，这个功夫就断了一大截了。请问大家，我们几岁开始学传统文化？几十年了吧？断了多久？不能再死啦，最后生呵呵，死了就要遭魔障啦。哎，一晃几十年又过去了。不止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又染了多少的习气呀？那光洗洗又不知道要洗多久了。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殊胜，他不死啊，他无量寿啊，你在那个学校读书啊，保证成就。所以所有全宇宙的老师，全宇宙的佛都推荐到这一所学校去，保证班都介绍大家去啊！啊，全宇宙最好的一间学校啊！啊，所有的佛不嫉妒啊，哪个学校最好，他希望他的学生成就，赶紧推荐他的学生到这个第一学府。哦，我看好像很多学长啊都是读你们当地第一学府啊，很用功哦。好，请问大家要不要读宇宙第一学府？要哦，那就要用功哦，要不懈怠啊，啊，把大家考高考那个劲要使出来。哎，其实人就是善用心啊，那功夫就能上去了。哦，一个人呢，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啊，胜过饿的时候想吃东西，渴的时候啊想喝东西。哦，你有这个劲啊，得日进过日少了。哦，好，所以这人呢，要不染浊啊。确实是要有高度的觉照才行，哦，不能用情感哦，情执啊，情感作用啊，就有执着，就不客观，就不理智了。哇，你一听炉香，你就这么激动，那就不理智了。哦，还有人讲了一句话。蔡老师讲什么我都信，哦，把我给吓死了。第一个，我对不起他，是吧？他这么信任我，我跟他讲了这么多话，居然他的知见是偏掉的。孔子有没有这么教啊？孔子叫述而不作，佛陀教依法不依人。哦，所以你们要盯着我讲的跟经教相不相应，这样才是同参道友。哦，不然我到阎罗王那里要参你们一本。没听懂啊？哦，是吧？同参道友，弟子规说的善相劝得皆见，过不归道两归。你说一个年轻人，想当年我也很年轻啊，现在也不老啊。哎，一个年轻人听这样的话，第一次诚惶诚恐啊，听到第四次第五次会怎么样？那就不可一世啦。哦，所以道友之间呢，以道相交啊，不能用情感。哦，而我们那一天也讲到，一个缘分成不成熟，度得良利，审视责人。你要用人的时候，要非常慎重去判断。哦，你说啊，我这样判断不是不信任他了吗？有没有道理？
哇，那怎么办？哎，贪嗔痴慢疑呢，这样我怀疑别人不好呢。哦，我们学佛假如这些道理没想通哦，有时候自己在那里好几天想不通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想一个问题想了好几天想不通哦，然后听师父讲经呢好像也没听几句进去，就一直在那转。佛经里说啊，佛是门中啊，不舍一人，是吧？又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不舍一人又不度无缘之人。哦，不舍是慈悲心吗？不度，那个度啊，他是已经缘分成熟了，哦，那你一定要让他成就啊！你不让他成就，这一生对不起他了。可是不度无缘之人是什么？慈悲啊！哦，那这一句慈悲，那一句就不慈悲了。慈悲为本啊，大家有没有看出不度无缘之人是慈悲？缘分没到啊，你去强求不是恼害他吗？所以不去跟他讲话也是慈悲。讲话叫攀缘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当时候到补习班去啊，看到一个女孩子，我一看前世缘分相当相当深，哦，感觉到了，怎么办？决定不可以跟她讲一句话。为什么？一讲她的情缘就上来了，所以不跟他讲话是爱护他。哇，我们有时候在情感一上来控制不住啊，要慎于时，每个缘分要敏锐，要慎于时，是吧？你开得好，后面就顺了。你这个开头动不动，这位女同学，我很想认识你，完了。大家有没有经验呢？遇到一个人，哇，才一个月啊，好像认识十年那种感觉。小心啊，别太激动啊，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很平稳去应每一个缘。一下去了，情缘很深，好恶之其恶难矣。真的，我把持住了。那几个月下来，没跟他讲一句话。而且啊，这个我们很多男学长啊，都挺年轻的，又长得这么帅，笑都不可以乱笑。啊，你跟一个女孩子哈哈哈哈哈哈笑好几次，笑到人家误会了。哦，可能也会让人家生烦恼，连笑不笑都是慈悲。人家心要用到这么细啊，阿弥陀佛。哦，大家应该啊很有经验的，很多缘分呢过了几个月了后悔了，哎呀，当初没有注意到这些，哇，现在好像也退不回原来的因缘，那只能接着呢谨慎的去应对，好，互念彼此。告诉大家，该来的还是会来，
我真的守住了，没跟他讲一句话。突然有一天，考试考完了，放榜了。一放榜啊，我到补习班查成绩。哦，这个同学啊出现了。前提还有一幕啊，我必须这个步骤让大家了解清楚啊。我没跟他讲话呢，考试当天，我不知道他报哪，台湾好多师范学院呢，他就报台南。我报台南是什么原因呢？我要报屏东。结果呢，我要报屏东呢，我几个同学说，你干嘛报屏东，抢我们一个名额。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报了台南。恒顺众生嘛，人家不高兴哈，我站边去报台南。你看哦，报台南哦，当天考试啊，我教室考场看完了，一走出来见到他了，迎面撞上。更重要的是他跟他男朋友一起。哎，太好了，有男朋友在旁边特别好说话。为什么？坏人要有职业道德，是吧？哎，你是在她男朋友面前跟她讲话，她男朋友看到我了，哦，所以她男朋友不会胡思乱想，我是光明磊落的人。而且她也不会胡思乱想，因为我是在她男朋友面前跟她讲的第一句话，讲什么话？你哪个考场关心人家吗？是不是？你在补习班虽然没有正式讲话，也照过几个面嘛，总不能学传统话学到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啊！你们不要今天听说不能乱笑，明天变酷哥。哎，结果一讲话了，哪个考场？跟我同一个考场。坐在哪？隔我一个位置。后来考完试了，去补习班看榜，一看，哎，好，安心了，考上了。我一走出来，后面有人叫我，哎，同学，他追上来了。哦，那刚好看到我也在嘛。你考上哪一班？台南师范学院还有甲乙丙三班呢，不一定同班呢。你考上哪一班？乙班，同学。最后去学校坐哪里？坐我隔壁。该来的还是来吧，但是你开源胜于死。哦，再来又有一次，很好玩了。有我们一开始教育哲学这门学科，老师啊列了十二个题目，让我们分组四个人一组啊，讨论这十二个题目，哦，都是教育方面的啦，这些哲学方面的。有一个题目叫“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控得了吗？我们老师一念完，我说哇，这是般若的题目啊，这是一个可以跟所有同学让他乖乖坐在那里一个多小时听佛法的机会，是吧？你去哪找啊？好，老师开始抽签了，第一组啊，某某题目，我是第二组。我那同学坐在我隔壁，我说同学，我们一定抽到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话才讲完不到三秒，我们老师打开来，
第二组，色即是空，空得了吗？我那同学嘴巴张得很大。哦，佛法很有意思啊，你的诚心啊都能感通啊。